你想吃啥菜？有啥菜？有肉，酸菜。嗯，酸菜炒肉。炒肉再看，别再买。不买。好。那这鸡蛋里头还有干了。做饭肯定不剩你。为啥？因为哥就是做饭呀。别说两口都是这桌，生瓜配豌豆。啥生瓜配豌豆？嗯。生瓜配豌豆。别一个人做，一个人吃。你看是啥？一个人去享受着做饭的过程，一个人享受着吃饭。哎妈，你发现了？哎呀，等会你。你也得有脚劲儿。那是。啊，不行。你说的。这个呀，跟蜜枣真高呀。成干面的了，啊！妈的，上有多劲儿。嗯，就是，好吃。那哥做的可好了，你看，这里头还加了几个枣。嗯，米还可筋。过香味儿了。